英方罔顾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4年的事实，不顾中方严正立场，公然违背承诺，执意炮制出台所谓量身定制的具有英国国民海外BNO身份的香港居民赴英居留和入籍政策，并一再扩大适用范围。 英方试图把大批港人变成二等英国公民，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中英谅解的 BNO 性质。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，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，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。 中方对此强烈愤慨，坚决反对。自1月31日起，中方不再承认所谓的 BNO 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，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。 真正的十字路口。 所做的选择对两国及世界都会产生。